怎么带上？讲这样早走，这样早走为什么？早走为什么这样？会找什么走呀？我妈妈说，12点之前要回到家。这个算是家暴吗？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谈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未来的路，你妈比我更清楚。其实我还蛮羡慕你，有妈妈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爸，那我们几时还能再见吗？明年，明年，我们明年才能再见面了。小九，明年，我们明年再见，明年再见。要回就回啦，可以不要等这样多吗？终于走了，弄到我们还要假装很伤心那样。哎，来，我给，我给。1、2。哎，等一下，要12点了喂！要十二点了喂！考到了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漏掉我的钱包，忘记拿钱包。哎呀！2、1，Happy New Year！
就没再见面了。我真的是没有骗你的，我说到做到，无论多困难我都会回来见你的。其实我忘记拿我的钱包，我的钱包在你的家有一年了。难道说你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？感谢大家收看刚才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精心制作给新年的一部短剧哈。这边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没有，等一下，如果大家要在2021年有好运的话，记得要按赞这个影片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好吗？记得 subscribe subscribe 这样你们2021年就会有更好的一年哦，和平处，拜拜，拜拜。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.